他要真知道我在北京，我可能都不来。可以合理的这个提醒啊，三个问题啊。啊不，五个问题，不是又是难度加大了，难度加大了。就是那个第一个肯定是男的女的，这男的女的，啊、对对对，嗯，女是不可能的。哦，女的是不可能，那就是男的嘛。啊、哦，女、哦、那就是男的了，那就是男的。老师有什么好问题？怎么问？唐老师是军人是吧？嗯，那么他是军人吗？他有没有当过兵？您有没有当过兵？没当过，是又是没当过，那就是当过，那就是当过兵。我们近期合作过吗？近期合作过，合作过是不可能的。近期合作过，那就也没合作过。这三个问题了吧？我就发现除了睡不可能，他还会别的吗？这人嘴比较碎，对，嘴碎，嘴碎，就一看就爱絮的，爱絮的，爱絮叨。男的，你比我大还是比我小？你的年龄比我大还是比我小？大门请打开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真是！哎呀，哎呀，哥哥快！哥哥，终于猜到你了，我刚才小陶老师，哎呦妈呀，这是我太厉害了！哎呀妈呀，你行啊！楚志国，著名演员，与陶慧敏因合作电视剧相识，多年来一直保持紧密联系。今日在你看谁来了的舞台重逢，将与我们分享哪些幕后趣事呢？小陶老师，我先谢谢你啊，先谢谢你今天能把我叫来的，我能见到你，别谢谢谢谢我，他在我这儿呢，好兄弟，这都是就是一补丁啊。今天呢是刘涛老师是您的主嘉宾，刘涛老师突然有点变化了，就来不了了。两个小时之前，刘涛是咱们那个两个小时之前我给他打的电话。哦，刘涛是神秘嘉宾，男刘涛，对，神秘本来是刘涛，哎呦喂，结果下午也就两三个小时，两三个小时，哥哥太棒了，哎呀，给我打电话，在北京吗？我说在，太好了，赶紧来，他说。完了回来你帮我个忙，我说你也不问我下午有事儿没事儿，你什么事儿都得推了。哎呦我天哪，咔，哎，挂了，咔，挂了，挂了，哎呀妈，就这，太谢谢楚老师的，太谢谢。完了，这个他经常还被我定下来之后，最后再退了，我找到比他更合适的就给退了。退货，你怎么能干这事儿呢？我就是，但是他是这种心，嗯，但是一比我合适的很难找到。但是一听说是陶老师，哎呀，不怎么着的不都得来？对，那是的。你告诉我今天下午多大的事儿给推了？特别大的事儿，听见？特别大啊！就比陶老师这事儿还大？那当然了，不，没有，没有，什么事儿也没这个事儿，不一样。嗯，小陶老师。在我心目当中，嗯，我曾经他心里头知道啊，他心里，哎呀妈呀，那么神秘的，他心里，哎呀妈，不是你把心里的话给我们往外说说，我们听听。小陶老师在我心目当中的位置啊，就是我不别拿我做比方，你只能拿所有的男人啊，所有的男人啊，都。都这个幻想着找一个这样的哦，女神级的，不是你上次好像我都要出汗了，你上次好像跟李林玉也是这么说的，没没没，对王文健老师这挑事儿，他就挑事儿，他就挑。